严格规范因家己的生活，咱敢有？无啊！啊，不过耶稣竟然讲，咱这基督徒的义，若无赢过这法利赛人义，咱决断袂去天国。耶稣的意思，不是咱来做甲比因更加严格，咱来做甲比因看起来更加好、更加水，不是。耶稣意思是讲，咱有去抓到迄个所有的规定、所有的律法背后的精神无？若无精神，若无抓到这精神，咱真正就会亲像迄个奇怪的盐，啊，甲红感觉会出来光。咱无把眼光归向上帝，咱嘛毋是真实太多伫遵守律法。各位兄弟，这是咱基督徒最大的问题，包括我，我毋是咧讲别人，包括我家己，这是咱基督徒最大的问题。咱要遵守圣经的诫命，咱到底是亲像法利赛人、甲经学士，还是要亲像耶稣所讲的？咱真正真做光，真做盐，真正遵守上帝的话，迄个真正背后的精神甲意义，这无容易，因为这个律法、这个规定、这上帝的话，迄个背后的精神甲意义，这需要去探讨，需要去讨论，需要去思考，这是咱的责任。咱袂当坐伫遐听候迄个标准答案，过下这，这个世间无标准答案。咱需要认真去敲锤迄个上帝的话，迄个精神甲意义来遵守。困难的事，毋过上帝已经有予咱信心，予咱团结，兄弟姊妹，咱会当做伙来，咱同心来祈祷。